好配合着彩排的烟花。好了，回归正题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徐武谦的 vlog， 他又来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是在第八届丝绸之路电影节，因为我们有上台的表演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等待连排，然后晚上呢还有一个录音。现在我们在这个古镇水镇后面在等候场。没有想到南方的冬天居然还这么冷，我们在福州，感觉好像比北京还要冷，我就只穿了一个大衣，现在瑟瑟发抖，感觉一会儿出门会更冷。必须要挺身而出，勇作前锋，为挽救民族危机奉献我的一切。上台表演的经历，再加上其实也是第一次做于朗诵这类似的节目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丑。我就是方便在记那个台词的时候，我就自己写那个我的小丑们。我是谢婉莹，生于南凤街，自小在父母的爱中长大成人，但是我的祖国却病了，列强侵略，千疮百孔，在同胞有危难时必须要挺身而出，勇作前锋，为挽救民族危机奉献我的一切。请看着我，创建青春之家，青春之国家，青春之民族，青春之人类，青春之英雄，青春之女儿，自此以后起舞鸦之巢，自娱乐起舞鸦之殇，青春。演出结束了，放心，不会下雨了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好快啊，我感觉我上去之后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，我就下来了，就是自己单独的那一段真的超紧张，但是我巨凉，你看我站在上面的时候手在抖。不能抖不能抖，一定一会儿看一下回放，希望可以好一点，因为毕竟是我第一次上台有这样的朗诵经历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是不是如释重负？对，我现在真的是像卸头发一样，如释重负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如果以后还有机会，我们。